Hello， 我是香港舞蹈团的 Dancer Gloria。 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是第一段，第一大段是打很纯粹套路那段，是要真的很真材实料，要用尽全力去做那个套路里面那个出拳。当大家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聚集去一个端端那里，可以说的就是一个意境，就是我自己在这里跳的时候，我 feel 到我背后的是什么。至于观众的角度看整个画面，看有什么 tips， 我会宁愿不说，真的令到你们自己去 feel 一下那一刻你们 feel 到的是什么。